哎，我们这行要是模仿了一模一样，必死无疑啊！还真就不对，太难了。嗯啊，而且来说，拼到最后，第一是健康，嗯，第二是文化，是，还有健康。哎嗨，最重要是健康。嗯，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你把那仨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哦，没人跟您抬杠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有话语权比艺术要强得多。是啊，这四个说相声啊，谁不服谁、啊、哦，结果这个41死一个，52死一个、哦、嗯，54又死一个，哎呦，就剩一个熬到89、嗯、他说什么是什么呀。哦，没人抬杠。那当然了，健康很重要。这健康对。第二，文化也很重要。文化是最主要的。真的、啊、列位啊，我们这行、嗯、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。是吗？你说知名度，你说什么，这些都是虚的。嗯，到最后拼的是文化。哎，拼的是素质。我觉得谦儿哥文化就算是比较高的了。没有，上过几年学而已。哎呀，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小海无涯苦奏舟。什么学问呢？这是哪儿就这全倒字了？不是，就是您那个文化水平、艺术特长，在我们这行业里，嗯，您算得上是阳春白雪。真的、啊、阳春的呀，阳春白雪，就说过了廊坊没到天津。哎嗨，还是那阳春、啊啊、阳春，阳春白雪，阳春白雪。对对对，谈不到咱们有学问。没有没有，您客气，有知识，人家家里边人有学问，家里边有上过学的老爷子老太太，有老太太，嗯，他母亲是吗，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。哎，学物理的，戴金丝眼镜，是多的上家去，老太太都写东西啊，有论文。你70多岁人天天还坐那写，嗯，一瞧见我们来了，放下笔，摘眼镜，嘿，都来了。哎，什么味儿这是？快坐着，你这跟慈禧太后一样啊，坐着，嗯，沏水，奏饭，吃饭，嘿，烙饼，炒鸡蛋，吃饱饱的，谁不许走，谁走是王八蛋。嗯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是学物理的教授啊，这是。咱们听着心里热乎乎的。那是啊，老太太疼人呢。是，这个家庭能出来差样的孩子吗？哎，家教嘛，文化水平很高啊。上学吗？就是说，实话实说，他高峰、孙越，就我们这一大堆说相声里边，啊，谦儿哥，我觉得啊，不是我捧啊，哎，您算是这份儿，真的。您这袖口里是什么首饰啊？不是，这没看见呢，您这好，改机器猫了。哎，嗯，行了，哎，行了。啊，不用捧我、无法表达我内心对您的崇敬。您别那么客气，每次见着谦儿哥我老觉得惭愧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就不知怎么尊重人，就看见谦儿了我就发自肺腑啊，我热热乎乎的，就您见我那么恶心呢，我就一点我都不留着，我告诉你们、哎、行了，太不给你弄脸上。哎，好嘛，多恨我，这尊敬而且崇拜。哎，谈不到，您别那么着。真的啊，我当然我也是喜欢研究。您也喜欢研究啊？因为这些年，因为在文学领域哈，我也确实。你先等，你先把这大褂撂下。怎么了？您这是开心呢？开心，要跟其他说相声站在一块儿，我没那么些话，都不跟他们聊，他聊不到一块儿啊，没有共同语言。我说的他也不懂，他说的我也不懂，两向着。但是跟您在一块儿一聊天，就是跟文学大师在一起，就这，就这种。对对吃，不是那个那个玩意儿，反正是什么呀？您这要打我？不是要打你，就尊敬。真的吗？真的啊啊！我是平时除了说相声之外，也好看个书。啊，您喜欢阅读？好研究。好啊。嗯，三字经、百家姓，嘿，十里河、二龙路，嗯，大北窑我都念过。哎，好嘛，沾数目字的您全去。哎，五经四书啊，一肚子都是。哦，爱学。啊，五经啊。五经，四书，你可能摸出来，好好摸摸四书。哎哎哎，你来摸摸你二大爷，像话吗？你这什么叫摸四书啊？哎，膈应人。我怎么叫膈应人哪儿？真的啊，就你这样就没法交朋友。我呀，说文言词你就记记个玩去吧。这还没有这文言词。这个你还其实就看不起我，我干嘛看不起您呢？你连高尔基那句话你都忘了吗？
高尔基说什么呀？高尔基教育我们说，啊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对啊，哈，这是高尔基说的，这是。是高尔基，高峰他大爷是吧？哎嗨。别提他，知道吗？就这个，就是互相切磋，就是一块研究。因为我当年在清华毕业的时候啊，哎，因为我这些年了，我也很少再跟你广大庭广众，你再说清，你再说一遍啊。高尔基教导我们，不是不用那么早，不用那么早。那个您大学毕业，哎，这个我倒是。也不骄傲，因为什么呢？凭什么骄傲啊？因为他们没哪儿你就骄傲。我先问问您，您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刚才说，啊，哎，我当不行啊！你哪儿？您刚才说哪个的？刚才您透露出来了，那差不多得了啊？什么叫差不多得？不是你说这大伙儿也没听清楚，怎么哪个大学没听就过去就得行。别什么过去，这是光彩的事儿啊！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在你大大学上学的，就是、哎、特别好。什么？校长也爱我，班主任老师。你等一会儿，想当年上大学，我们知道了哪个大学，还是没听清楚。再说一遍，您刚才就说这一遍，我再说一遍啊！啊，行，记住就记住了啊！啊，再问你就是个狗，听见了吗？嗨，你只要说清楚了，我在。清华上学的时候，啊，说清楚干嘛这么含糊啊？清华呗，这你弄死我对吗？有枪毙的罪过？嘿，哎，好嘛，太不自信了这角儿，您清华，您。那会儿因为听着底下人说清华池的。啊！你要再去，我搓死你吧！哎呵，好家伙，还是清华池搓澡的？什么搓澡的？我们那会儿在学校校园教学楼上课，有时候课间休息到对过湖广会馆听戏，还是清华池啊？那湖广会馆对过呢，还是清华池啊？你这呀，你问问我，我有外号，您叫我虎方桥一霸。哎，这好，还是清华池的。辐射菜市口都归我管那点儿地儿是吧？哦，打边间骂边巷，什么话？这叫清华嘛？啊、清华分校，有分校吗？对，你说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湖广对过啊，对过后头那儿对吧？我们那清华分校，我们那个叫学校叫温暖是吧？烧锅炉的呀，您这我在锅炉后头啊，倒脏土的。你有完吗？你还不是您这越说越不像话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是没在学校碰见过。啊！哎，我弄不死你！哎，对，您也是搓死人。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都工具，知道吗？啊！哎，这，知道吗？您把这撂下吧，撂下吧。让你知道我文人本色。什么文人呢？您烫死你啊！还是烧锅炉的，就跟这人没法说。不是，日后我就是大人物了。哪儿？您就搓澡呢？法国有一个大文学家莫莱。有啊，莫莱这是给人家音译过来的。是。这正经人家法国人有姓莫的吗？咱们说哎，法国文学这莫里埃那是音译，是是正经法文念这个是、嗯、莫里埃。不管您坐到哪一个位置啊，每一个字清清楚楚送到您耳边，还是莫里埃。行了，还是说相声的呀你？哎呀。您这是法国人念的这没错啊，正经的画过发吗？啊，画过发呀，画发画画，画过画过发，发过发过画过，对啊，哎，这您就还是先念莫里埃吧。以后我就是中国的莫埃啊，知道吗？死人了，哎，哪儿大文豪莫埃呀？嗯，见着您谁都莫埃，但那错不了，错不了，那还是死了。什么死了？中国是有文豪，我前面那我比不上啊。哦，后边得看我。前面赵树理，哦，老舍，对吧？啊，老舍，老舍，老舍，对吗？嗯，那曹偶是吧？曹偶，曹什么？还吹偶吧？您不是曹禺？曹禺是吧？嗯，张恨绥。哎呀呵，这都是多骚气人这个。张恨绥，这都是民国的那会儿。张恨绥，民国的小说家。您就莫里埃念对了，这么半天。因为我那会儿法语学得好吗？没听说过，是不是？啊，没事，我净研究，因为要做一个出色的文学家，列位要飞呀，是怎么着？
怎么了？您这是干嘛呢？荡漾啊！不用您这，因为当你要是想做一个正经的文人，哎，你还是搓澡。不是，我你不用这习惯动作，不用。你有点讨厌，躺下。我躺下。啊，你等会儿。就搓不死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实在不相信您能跟张恨水在一块儿，他们都研究这个。去，你听字儿都念撇，张恨水，你人家本身这张恨醉是吧？哼，行了，您爱念什么念什么。福吗？对，您这听我怎么的，我就非服你，我。我说句良心话啊，我很少跟这个他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因为平时跟我在一块儿都是那些个。什么文史类的专家，你比如说，哎，看有那个，你看，啊，这个电视上老有这些个专家，文史专家，有那个赵某某、王某某、孙某某，还有李某，我们都在一块儿。您接触这文史专家都不敢报自个儿全名是吗？保密，这保什么密？怕警察逮着是怎么？保密，我们这就是文人呢、啊、他要愿意要这劲儿。你有电影吗？保密局的枪声。哎，你呵，枪声。哎，这都是文史文学历史吗？文史。哎，我们这个文史不分家，真的。哇，这就是这不分家。那还分什么家？就一个地方。那是。有时候我们在一块聊天也是，你这害咱们呢，人不亲屎还亲呢。对对，对啊，研究什么都有。嗯。有的就是研究那个那叫史前跟踪，对，就得知道人家拉哪儿、啊。史前跟踪、我后来主要就是来那个遗址搜寻。啊，你得给人搓了。哎，多膈应人！哎，是干这活就是这样。真的又膈应人又属命，我告诉你。这还什么叫属命？我哪知道去？哪儿就是？这都是研究古汉语常用名词，知道吗？哦。哎，平时没事研究研究。拓片，拓片，拓片，就那个碑上刷上墨啊，把那纸贴上，夸夸夸弄起来，接下来哦，拓片，哎，拓片，哎，哦，拓片，拓呀，拓片，拓片，刚听说这词儿是吗？你一定会遭到唾弃的。哎，对，他拓片，拓片，我可存不少了，存不少了，就是那个，这都挂都挂满了，墙上都挂满了，一张一张。就是那个王富贵之墓啊，赵宝才之墓，李王氏之墓，人家那墓前面都有屎是吗？您扫完给记录下来了。对，就咱就搜集整理啊，爱这个。哎，你别，你搜点好的。搜的好没有不让进，买票还得啊。您瞧瞧这还没事写毛笔字，那叫书法。我那个都快出字帖了，写的这么好啊。你们净看什么就王羲之啊，王这个、啊、王那个、啊、是吧？柳公权、啊，哎，这个刘铁、王铁、赵铁的，是，我也快出了。您是郭铁，记住了啊。哦，郭铁儿可是又脆又香啊。哎，对，我那个字儿带醋，知道吗？啊，不加蒜。哎，可以。什么呀？对了，出郭铁儿啊，郭铁儿，郭铁儿，铁儿，对呀、啊嗯，哎，就是我这个能力。啊，没事研究这个，研究书法是研究瓷器，古玩瓷器、哎啊，当然了，这可水深啊，这个 啊，对，你怎么要死啊？是怎么着你呢？开心呐、啊，开心，怎么趴桌子上干嘛？特别兴奋，哦，这瓷器，我可没少研究瓷器啊。哦，越窑见过吗？越窑知道啊。越窑啊，杭州湾出的，对，古越国在那儿，他那就叫越窑。越窑，哎，汝窑见过吗？汝窑有啊，汝窑河南开片的那个，宋朝的那个，据说官窑那属于是吧？那可不吗？还有这个定窑，有定窑是河北曲阳，对，定窑，我最爱的是您逛窑哦，北京，嗯，前门大栅栏，哦，哎，就那有几趟街胡同全出这个呀，我到那儿哟，美的不行不行的，哎。您研究这是瓷器吗？这对呀、啊，都可瓷器了，跟我。哎，对了，我一到那儿，他们都欢迎我。哦，哎，行了，您研究这个呀？哎，跟瓷器都不挨边。怎么不挨边啊？啊，我现在正满处找呢。找什么呀？找点那个不错的呀，有个基础的，有个样的。嗯，跟着我，
把我这身能耐这些个技巧，不管是文字的，嗯，拓片的、嗯、啊什么这乱七八糟的，反正我就都愿意，我都教给他，无论是谁跟我学，我就拿他当亲儿子一样。您这是要收徒弟？哎哦，这叫徒弟。您这研究怎么研究的这个史啊？我研究的不腻乎。哎呀，别研究了，你、啊、我以为说相声收徒，这个文学也可以、啊。不是，咱们中国的传承就是师带徒吗？你这怎么了？收你了？哪儿你就收我了？打这儿起，你就算是我亲儿子一样。对，没听说过。你排在郭麒麟前面，好吧？不用，你叫貔貅。我得去。太好了。不要。不是，苍天在上，不是我今天收郭貔貅，不行，不用，你收这么多貔貅，你扫什么呀？你不用，我给你捅开。你收我，你不用收我，上我那去，我干嘛？收了你，我那些瓷器啊，你随便看，我那些个拓片，你随便摸，都是你的。我毛笔，你写呀、啊，我那个那些个毛巾都是你，你随便你就。想怎样就怎样，我求您了，行，不客气，哎，我求您了，你说我不能拜，您也别收我，我愿意收，愿意收，你不用收我，为什么？我这人不行，满屋妖气，那瓷都是你的，大不用不用，各式各样的都是你的，不用，继承，谢谢您吧。怎么了？我跟您学不了，为什么？不是那细致人，粗鲁人一个。您粗鲁啊？对，哦，我就是个莽撞人。你到底是粗鲁是莽撞？嗯，你瞧，后边你又粗鲁又莽撞。对对。哟，那坏了啊！装人一个，嗯，哦，什么？换人不行，别人不像亲的。哎，对，嗯。貔貅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看见了吗？嗯，你不学，有愿意学的？那就不用，你这啊，待会儿啊，这个结束之后，我给你搓搓啊。哎，你就他们都走了，都走之后你脱好了跟人等着我啊。你呀啊，先等会儿吧。哎，我让他这么猛。您这又开始研究瓷器了是吧？啊，没出去逛去呢。就行了。莽撞人。莽撞人。嗯，莽撞人你比不了。对，怎么？那是一位古人。古人。后汉三国年间，嗯，有一位莽撞人。哦，自桃园三结义以来、嗯、大爷姓刘名备，字玄德，家住大树楼桑。嗯，二弟姓关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。三弟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姓赵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，破战破胜，号称为常胜将军。字杰因，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，堪堪废命。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观瞧，见一穿薄小将，薄盔薄甲薄旗靠，胯下薄龙驹，掌中亮银枪，实乃一员勇将，当下就有爱将之意。旁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，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语未发，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，堪堪废命，口尊丞相，莫非有爱将之意？嗯、曹操言道：“正是，何不收留此将？”嗯，曹操闻听，急忙传令，令出山摇动，三军听分明。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，51员战将，与他一人敌命。众将闻听，不敢上前，唯有后退。那赵云一仗淮川幼主，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勇将，焉能放走，在后面紧紧的追赶，追至在党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四弟不必惊慌，某家在此，料也无妨，让过赵云的人马。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，忙问身旁夏侯惇：“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”夏侯惇道：“此乃张飞，一莽撞人。”曹操听，
想当初关公在博马铺斩颜良诛文丑之时，曾对某家演讲，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博览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文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勇。来呀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观一观莽撞人武艺如何。青罗伞盖撤下，但见张飞抱头还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了扎，杀一把黑钢人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朱缨飘洒，上前八宝，轮罗伞盖，花冠云裳，身穿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锁了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把万里烟云兽，掌中丈八蛇矛。好，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操听人，呸，既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而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中或退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然匹夫之辈。大喊一声，曹军后退；大喊二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喊三声，把当阳桥后断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破万军。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万古流芳猛撞人。哦，猛撞人。嗯，张飞你比得了吗？我比不了。嗯，上我那儿去啊，上我那儿去啊。甭讲甭讲，你要不去那儿有等着的了啊。那不用，哪儿比不了张飞，我就上您那儿去。上我那儿去，还告诉您学不了。怎么都学不了呢？我这人没告诉您吗？啊，愣愣啊，就是个